慈爱的天父。大家好，我们是天韵合唱团，我们和空中语教室都是隶属于旧式传播协会，我们的创办人是彭蒙辉宣教士。天韵成立至今已经60多年，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透过音乐和生命的见证来传扬上帝的爱以及他改变生命的大能。创团至今，我们已经去过了5大洲，超过30多个国家。这一次非常感恩及开心，我们可以跟美和堂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庆祝母亲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邀请母亲和亲朋好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12号，我们美和堂不见不散。爱水的窗口。